有机会一光被读来起飞好处才是天好处是地我的享受哦，哈，两位的歌声，哈，好了，我们赶快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雅文老师，今天的这首《心爱》呢，阿德老师改的词，我不敢说他写的好不好，但是我要讲的是，你唱的太好了，因为你把所有的细腻的转音唱的真的非常到位。因为这首歌你要甲变作是台语的，真侪人无法度去接受，甚至是。无听过台语歌的人，都会感觉讲有会格格不入吧，或会有点颠覆了传统，有点怎么样？他们想不到它的结合点在哪里。会当很合理化的说，这首歌会用做台语歌，无法度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但是你唱出来，为你的口中唱出来，都是这么合理，这么好听，这么优美。所以你要珍惜到你即马这么水的灯音的美感。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赶快过关，我期待你过关。谢谢谢谢，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品艳啊，品艳这首歌呢，我一拿到的时候要填的时候，我是一天拖一天的哦，因为经典的歌要填上歌词，然后我就被那个制作人逼到，我就只好赶快躲进眼前看到的咖啡，你就坐进去，我就点了一杯咖啡，我半个小时写出来的。哦啊，那我告诉你重点在哪里。我觉得这首歌的最重要重点就是如何让这首歌每一个字都不会有倒音，让你在这个所有的要转音要拉长音的时候，你有很优渥的空间，然后一到副歌那才是重点，第一句歌词第一个字就是要你很深深的进入那个情绪，但第二个字
就要拉开这个辽阔的局面。所以这两个字，心跟爱是两个功能的。那我觉得你今天就是唱这个歌，就是在你还变身还没有完整之前，完美的纪念。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这应该给阿德老师一个掌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